So yeah, it's a fun. Hey.还剩下不多，吃多点。我说好了，你吃这样少点跟我出去。用力关啦！死劲啦，跟我回来！喂。 我的500块呢？说要传送给我，到现在还没有传送。请问你是谁？你应该打错电话了吧？想装傻啊？我是林真心。我……你什么？明天我一定要看到钱，不要跟我啰嗦。妈？妈？ 还会是有谁跟你要钱？那是妈啦！你不是说妈已经不在了吗？儿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你骗了我，你骗了你自己的儿子。我是在保护你啊！保护我？你骗谁？儿子，你不明白的。不用解释，我已经明白了。 怎么会在这边呢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伟杰，我真的搞不懂，你为什么还要找那个女人？我只是很想知道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你不必去找她了。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时要离开我。伟杰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阿姨，你去告诉我她闭嘴嘛，我真的很想去找她。 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，阿姨。如果你真的很在乎我，就拜托你跟我讲嘛。谢谢阿姨。 是林真心吗？是，你是？我是伟杰，陈伟杰，你的儿子。我没有儿子。妈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找了喜文阿姨。哎呀，又是那个多管闲事的鸡婆。你长这么大了，学校功课还好吗？来来去去还不是这样吗？这个不及格，那个不及格，功课又一大堆。那你爸呢？我爸，不用讲他了，整天只会骂我，说我不会做这个，说我不会做那个。够了，穆罕默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东西要做。妈。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我没有办法。什么没有办法？我当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
需要准备什么了？我没有准备要当你妈妈，我没有准备要你这个儿子。算了，我走，反正跟你在一起也不会有幸福的。你又做什么？做你没这样。